待会儿桑拿，谁付钱啊？谁先出来，谁付钱。这个跨国贩毒组织将会在短时间之内进行大型的毒品交易，上的可以过户。 现在呢，有一个紧急行动，我们要找一个人，这个人的代号叫 Black Jack。说明还有手足势力。你要是我，怎么理解自己的身份？证明我的身份，不是你的责任吗 ？CIB 的人，乱插手，重案组的案子不错。你应该是个挺讨厌的人，不像你们做贼的，有事就撂挑子。他知道我们跟 Black Jack 失联，也恢复不了他的身份。 如果当年不是你一直照顾我，估计到现在顶多是你的左右手。老大，如果有一天你让我知道你出卖我，你想我怎么做？疯够了！我没疯了。好久不见，有没有想我？